可以跟你要一个抱抱吗？当你想到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，他会爱上我，你会觉得他很可爱。阿丽，哦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啊，志玲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我们一起玩好不好？主人，请玩我，拜托，玩我。我可以的，电影退学。我记得10年前，从你拥抱开始，我开始有点相信爱情的存在。